今天是高雄大爱幼儿园的亲子日，邀请家长以及小朋友到环保站做资源回收，让孩子们展现平常所学。身体动一动，来跳浪浪做环保。歌词告诉大家，粪扫唔通乌白的。高雄大爱幼儿园亲子日，透过 DIY 活动，还邀请大家吃素食。吃素食，身体健康又能保护地球，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开始动手做喽！靠近你自己，往前推，推。就是有益身体健康，然后呢能够让孩子也能够常养这个慈悲心。素食当然再好不过了，对，当然是非常健康。透过亲子活动，让家长也一起了解，就让孩子跟家长在生活中也可以落实双手护地球的心。还有，不只是吃的体内环保，还要用双手双脚做环保。很好啊，可以陪着小孩子一起学习环保的知识，哎呀，这样子，教学相长。幼儿园的亲子日，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家长也能了解和参与孩子所学，这样才能大手牵小手，把环保确实的落实在生活中。大爱新闻王昭忠、赵培婷，高雄报道。